对不对？可以吧？过来等一下。可以啊。抱团呢？完了没有？完了。来，快点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钢管还是很硬的啊，很厚啊，关键。看一下厚度。好，有老铁问我，他说练铁腿怎么练？铁腿要正确的方法训练，正确的擦这个擦手技，少林寺出来的硬功专用铁拳，铁腿专用。腰间盘突出、颈椎旧伤、老伤、摔伤、关节痛、腰肌劳损、半月板受损啊、跌打损伤、扭伤、骨质骨裂都可以用这个擦手技。挑战一根大木筏，老人骑江山美貌，龙骑卷发朝西流霜，给个双击，正确的训练方法，正确的使用擦手力。